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没有啊，现在才开始。有什么音呢？没声音啦，很久了，你们。还要录进吗？我不要。那你快点打开。我们现在只是慢，他没有比来快。没有吗？要比谁快喝完？哇塞，那个是什么来着？这不是我的女打手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林日志，我是 Elsa， 这边是我的马来西亚朋友，他是印度籍，印度 yes， 印度 yes。那我们现在要比一个比赛，就是这个是台湾啤酒，我们要比谁喝的。台湾啤酒不错，好喝，刮台一个。那要打开喽。哎，计时。计时 ，OK， 等一下。谁呀嘛？饮下酒啫，大哥。哎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要用那个路径一下，这样，我看一下。好 ，OK 啊，一二三，开始 ，OK。OK， 十二秒，有没有绳子？我要吊紧了。空了，啤酒知道吗？不是水好不好？什么事？我这个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